现在刚好在爱买买东西，刚刚把车子买好东西上来的时候，觉得蛮好笑的。你看整个停车场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理由，红色的车子都在这里啦，大家可能跟着我停吧，真好笑。还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呢，就是我刚刚买的芭乐，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上面写一个10元，问题是我买了10个，竟然才10元，为什么呢？是那个包装的人搞错了，他应该要输入10个10元，他把它输成1个10元，所以变成1颗1块钱而已。还好他没有发现。又买了一个黄金葛，放在家里面。好，准备回家了。